发的有限公司哈，国药哈，我团长呢，我姓黄了哈。现在我们的出发点呢哈，就是含地的跟水色码头了哈。它月潭呢，水面上呢有830公顷，水深30米，海拔是750公尺的哈。本来今天呢又少了一个景点了哈，本来纳鲁岛呢哈，它可以上去的了哈，它假日呢哈就不能上去了哈。啊、这个纳鲁岛呢哈，它日据时代呢哈，清朝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正兴书院哈，只开3年的哈。后来日据时代呢，日本人呢来了，又在这上面呢做了一个御岛石了哈，啊，日本的神社哈叫御岛石哈。啊，后来呢，再后来呢哈，就是国民政府过来呢，又改了个名字来光耀中华哈，他、啊、改个名字叫光华岛哈。啊，再来后来地震呢哈，啊，震坏掉哈。啊，岛上呢能上去的人，就是每年的中秋节哈、啊，他们的巫师哈，他、啊、才可以上去的啊。这边哈不用了，还是坐我这一步了哈，还是坐我这边。啊，这个东西呢哈，我们贵重的拿上去就好了。啊，没有贵重的话放在船上，
没有关系哈。